我们大家非常敬爱的何董事长，还有刚刚特别介绍，我们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嘛，是我们陈组长，在场很多我们所尊敬的艺术家们，尤其我刚刚请教了我们江一涵江大师，我说今年贵庚90岁啊。90岁，我每次看到这个江老师，我都精神为之一振哈。这个想一想，我后面还有很长的日子可以过。当然这个每一位艺术家哈，都是在我们中部地区哈，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我很高兴跟我们文化局叶局长在这里先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谈到这个合创史艺术基金会，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哈，就是在国内推动艺术方面，那么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不只是收藏了啊，收藏这件事情当然也很有意义哈，这个收藏对艺术家来讲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何董事长这一次的展出哈，这一次邀请的展出。特别跟林业试验所这边做结合，我想这是在我们很多很多的展览当中相当具有特色的啊。我觉得这个主题哈非常好，尤其又取名叫数位时代。那这一棵树，各位看到这棵树哈，这个树写得非常好哈，那就看到生生不息的感觉啊。我们现在。整个无论是全球化的议题，或者是台湾的重点，甚至台中市，我们把我们的城市的建设就定位，就是一个环保、低碳、智慧的城市。所以从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在努力的，希望能够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今天各位看到每一位。脸上都洋溢的青春的小朋友，我们真的要为下一代留下一片空间。我刚刚跟叶局长参加了一个活动，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一定听过彩虹爷爷啊，在一个小小的地方，那么因为现在网络的关系，很多人都来看彩虹爷爷画的这些素人的画。那感觉很幸福的话，可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的狭小，而且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甚至因为重划的关系，它要被拆掉的。我们市长去了3次，市长去看了很感动，就跟文化局说，我们应该把它留下来，甚至让它成为艺术公园。各位，刚刚我们看议3年的时间我们做到了，就公部门来讲，要做这样的事情要克服多少困难，各位一定可以理解。必须进行都市计划变更，必须要取得，这还是自办重划，也不是我们公办的，还要取得重划会的支持，在整个10公顷的重划的区域当中扩张到1公顷的公园，然后把它变成彩虹艺术公园，把这个艺术留下来，然后带进了把这些阳光、把树木、把这个公园做起来了。那我相信它会成为全台湾最具有历史特色的。所以刚刚我在那边讲了一句话，我说以前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其实现在呢也可能因为一个人而改变历史，甚至创造历史。所以我把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带过来的意思是说，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各位艺术界的大佬、各位艺术家，你们的作品都已经是相当相当的受到尊敬了。如果这一刻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传承，尤其各位看到传统以
实验这四个字，传统跟实验这四个字其实代表很重要的意义。我们怎么样把各位的已经非常好的这些书法的作品如何来传承给我们下一代，如果我们可以像何创始基金会这样子把这个树木的概念、环保的概念、永续的概念也带进来的话，我想这样的文化会更加的永续，更加的永续。好，所以我很高兴参加今天不一样的开幕，尤其等一下我们要看到小朋友要挥毫，那一定很精彩。我在这里特别代表胡市长，那么预祝这一次的展览顺利成功。我们谢谢何国庆何董事长，也谢谢各位的参与，祝大家再一次的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精神都很好，他写的书法家也都很有，写的书法也都很有力啊、哦，很有力道。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蔡游老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陈清忠陈老师，陈老师在中兴大学。萧世琼老师，我们萧老师在我们中部一直很活跃啊、哦。再来要邀请的是卢明奇卢老师，曾经参加过我们大分奖的得主，大分美展王世慈王老师，哎，还有我们洪志雄洪老师，还有我们王振邦王老师，林俊成林老师，林老师也是我们大分美展大分奖的得主，还有吴启林吴老师哦，他们都很年轻哦。好。哦，我们的小朋友，对不起。这个都会看到哈、哦，各位好，那个尤其小朋友们哈、哦，都会看到台上这十位哈、哦，十位吧，对，都是非常这个。在书法方面都是一流的哈，不过这个各位看到，在书法界也是很讲究伦理哈。我稍微介绍一下，当然江老师这个不用讲哈，我们大佬级的。这个蔡游蔡教授呢是萧世琼的老师，啊，是啊，所以这个接下去是不是你是萧世琼的学生？没有错吧？看起来没有错哈，所以这个应该是，对对对对啊，这个王老师是萧老师的学生啊。那接下来两位也都是，啊、哦，对对，林老师、吴主任，好、哦、好，欢迎欢迎，好、哦。那这一位也是大佬级的，这一位我认识他，至少一二十年了，跟年龄无关了啊、哦。他原来是我中兴大学，那么艺术中心的主任啊、哦，陈教授，他这个功力很强的。那可能是你的学生吧？会不会是？啊、哦，不是。好，也谢谢各位哈、哦。那正邦是在我们教育局哈、哦，也在帮我们。这个代笔哈，非常感谢。我们要开始写了吗？好，在开始写之前呢，蔡副市长，你为我们介绍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大书法家。那我们下面呢，还有我们的小小书法家们，他们是参加我们文化局举办的102年大墩杯书法比赛，中高年级还有国中组的优选以上的小朋友，他们也都来到现场。好，非常欢迎各位哦。好，等一下看看你们写的字哦。好。那我们在这边要跟各位写的是花开天下福，马耀人间春，好，这个已经预备好了。那一般来讲呢，像我们这种这么有高水准的这个书法要开始写的话，一般来讲都需要有人出来磨墨了哈。我们请这个叶局长出来磨墨一下，还有带我们何董事长出来一起磨。来来来来，至少你要帮我们一下嘛，两位都过来好了。今天两位可能来拉纸。啊，对，在拉纸，一个拉纸的磨墨。对对对。来来来，坐这边来，坐这边来。哇，这么难得的机会哈，一定要让董事长见证一下。我们两个比一下吧，我们两个来比一下。来来，那局长坐这边。你来陪一下这个江老师啊、嗯，好，你帮江老师磨墨啊，那我帮你磨墨，好，好，好，来来来来，好，好，那我们就请各位老师，我们写上花开天下福，马跃人间春，还有吉字，画
哪一个字，我们就先写那一个字。因为我现在很紧张，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哈，在这么多大师的旁边要写字，我非常紧张。副市长，您就赶快开始吧。江大师都已经写好了。我先偷看一下别人怎么写的。刚好呢，大家都在写的时候，江大师有几句话跟现场的观众朋友分享。刚才我们的副市长说我90岁了，这一点在座的有没有90岁的朋友？暂时还没有啊。我在这说这句话和大家共同勉励，不是吹牛，而是勉励。我每天还可以工作10小时，每年出30本书，每年还要赚300万到400万。局长，你赚的有没有30万的薪水？大概没有。我们局长啊，大概有30万的薪水呢。我这种，你不要说我吹牛，你要想办法多赚一点钱，多做一点事，多写几个好的字，对吧？我刚刚写了个大对联了，如果何创时这个传统与创新，传统与什么？不是创新。传统与实验，哎，你先说，先生，把它拿出来粘一下，但我就是工作里和创新的啊，所以一定要拿出来。刚刚写的，所以迟到了，十分钟以前写的，你把它粘出来，打开来看一下。刚刚写完。啊，这个大家还在写的，你要先给大家看，你来之前就先写好，先让大家看一下子。报告局长，江老师你好抢戏啊。我们江老师还要落款，他的码字上面还要落款。哎呀呀呀呀，哎呦，太好了，开心了。哎，那我们要征求那个180以上的来帮忙一下。80年就可以为王胜记解决了。好，我这是我的获利，因为刚刚写完所以迟到了。好，局长，有意思吧？谢谢，很好，谢谢。